我2016年的愿望是希望可以做一个演员。我新年的愿望是1931越来越好。新的一年我要做电音少女 Rock and Roll。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可以长高5公分，拜托了愿望。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可以不那么圆，然后可以吃很多很多的菠萝包。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从小到大一直坚持的梦想现在可以实现，也希望从小到大的坚持没有白费，老天爷保佑，希望可以实现。首先我的愿望就是希望1931能越来越好，因为1931好了我就好了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其次我想换一套电脑桌椅，因为现在那个太矮了，我腰很痛，然后换一台台式的电脑，这是我明年最大的目标。然后还想学很多的东西，换很多的造型，让2016变得更好，加油。我的新年愿望是可以穿一次男装上公演，最好是那种直视装，有燕尾，然后配上长靴哦。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1931可以名声大噪，越来越火，自己可以被更多的人喜欢和支持。首先要变瘦哦，拜托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1931白队 Team One。 我是戴雨丹。我是黄依琳。我是严莉。我是苏欣。我是魏雨欣。我是陈一凡。我是赵亚楠。我是秦晨晨。我是龚冬雪。1931白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大吉。还没学一个，还没学一个。